下的誓言是年前交错的视线，这羁绊的热切融化时空法则的锁链，回忆化作勇气紧紧在脑海中浮现，新的梦总有一天让全世界听见。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，我都在这了吗？你行李箱有什么我都能拿出去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我听出来了好吗？那句唱的周杰伦。连绵的风风穿起花正开，花正开的风景是谁是期待？这个不还是 ？OK， that's OK， OK， OK。他们那边的人。录着。哦，那最好是这个方式。都走，看 winner， 快走！你也去看 winner 哈。走，录什么录？录什么录？看 winner 走。winner。天哪！所以你经常看这个玩意儿吗？对啊。九月里江南细雨纷纷扬扬，蔷薇花开满青石板的小巷，微风拂过杜茶钟声敲响，惊醒了鸟儿衔来杜鹃花窗，廊桥古亭倒映在太湖中央，绵绵青丝缠绕淡淡桂花飘香，温酒一杯浅唱歌是梦一场，人多情人醉倒在花海水乡，谁难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，谁望穿隔岸灯火欲将心事浅藏，怎料想转眼间月季浓夜梳妆，姹紫嫣红竟把世间美好都绽放，谁不想不经起舞影的彩蝶双双，谁一笔丹青跃然勾勒你的模样，穿越时间的墙，你的眉宇发手发着满城绝艳，叫我怎能忘，九月里江南细雨纷纷扬扬，蔷薇花开满青石板的小巷，微风拂过古刹钟声敲响，惊醒了鸟儿衔来杜鹃花窗，廊桥古亭倒映在太湖中央，绵绵青丝缠绕淡淡桂花飘香，温酒一杯浅唱歌是梦一场，人多情人醉倒在花海水乡，谁难舍一段尘缘落下诗句千行，谁望穿隔岸灯火欲将心事浅藏，怎料想转眼间月季浓夜梳妆，姹紫嫣红竟把世间美好都绽放，谁不想不经起舞影彩蝶双双，谁一笔丹青跃然勾勒你的模样，穿越时间的墙，你的眉宇发手发着满城绝艳，叫我怎能忘，等一下刚才说
的画面。对，你看我按不按下去吗？按不下去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你这个坏了。把它给抠掉的，它被我抠掉了，这个。Get 它。观众提问三小只，学校食堂的饭菜好吃吗？还要求他们列举具体的事例。其实我觉得学校的食堂应该挺好吃的吧？对，最好吃就是不好吃也要说好吃了。不，我们学校是就是下课之前会把那个饭一个班的饭正好的数量放到班。小学的做好吃。我们现在也是，然后把那个到班里来吃。我们就是到学校里面打饭卡。以前是食堂，然后后来是这个。然后我们学校食堂呢，就是打卡吃嘛，然后一下课就像疯子似的，唰往下跑。对，然后。这个前段时间我们一个小组，就是我们那个组，就是那边几个人给丢了，几个同学都不想吃那个鸭腿，然后三个同学都把鸭腿给我，然后我那天中午吃了四个鸭腿，然后后来其他同学见到我之后就说，哎，腿儿就叫。我们食堂真的是挺好吃的，就是平时如果有吃那个炒菜那个干锅什么的。接下来一个问题问三人关系到底有多好，并要求分享一两件相互关心或者有爱的小趣事。底下我们就是平常仨没事干的时候就会练摔跤啊这些，然后就会有陪练带我们练，就我们三个很团结，对，我们三个就很团结的一起去弄那个肥的，就是陪练。对，而且我们还有帮手，就是那个八百的经理哥们儿，对，哥们儿，北京点儿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件趣事。还有一个趣事呢，其实，然后你知道我上个最讨厌什么？经常就骗，就好玩嘛，拿这个工作人员的手机开着摄像机，然后不是开热点。开着摄像机，然后录像，然后我们，然后他问那个工作人员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不知道啊，然后拿着手机就往来，就然后上面看录像。
上去。好，今天的 QQ 听完就结束啦。上周 TF 家族成员来到了风景宜人的重庆洋人街，接受奔跑任务的挑战。什么队和 What 队分别通过亲子教学，顺利让六位和五位路人完成了唱歌或者跳舞的任务。在视频通话了解对方进度后，两队都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压力，于是争分夺秒，更加卖力地奔跑在周末的洋人街上。时间可贵呀，我告诉你，时间 we have no time， 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时间。他们跳舞该怎么邀请人啊？来，我吼一声，大家好，我是 TF Boys。不要做这种丢人的事情。哎，我要不要吼出来？好，叫人说，对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他们不要找我，对，那边有人，那边要躲躲。抱歉。打扰一下，先生，您有时我们是多谢，好，大家好玩。啊，我找到哪？我觉得那个人，那个人，你是那里？现在做一个任务，就是跟我们一起唱出这段歌词。对，我们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就我们没事，我们教你。你有朋友吗？可以一起来，那可以一起来，叫他们一起来吧。你们一起来。为了保持任务的优势，什么队决定加大自我宣传力度，邀请更多的路人帮助完成任务。而 What 队则将完成任务的阵地瞄准在游人密集的地方，以量取胜，完成任务的翻盘。两次失败。我们再做一期节目，啊，没事，多吃点，没喝多。找一些那手上的东西的，手上没有东西的，而且看起来比较轻松的样子。关掉那些烦心的，需要自己用心去创造，把不相关的甩掉。谢谢。好的，还有两个任务，我们就完成最后的任务。我的信心已经有点破百了。谢谢哥，好像还可以帮助这些人玩。是，这就是我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吧，来，过来，哥。Come on。Let's go moving。好。哎，哥哥姐姐，哎，你们好，就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吗？谢谢。好，那这就行，好，换一个。别走了。哎，你好，可以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吗？要不我好，谢谢。待会儿换一个，哪里人多一点？人多的地方车也多，不好唱。哎，这街上车都人多，会被翻盘吗？我不可能会被翻盘的。最后两个人，我进那边去看过的。信哥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去吧。为什么要走？我敬你是条汉子。我一直是。哎，不行，我们要抓紧做任务，不然一会儿就被他们给敲了。我随便找两个。随便找两个，哎，就找这个。带宝宝的这个姐姐吧。带宝宝的这个姐姐吧。怎么样？就是。可以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吗？唱一首歌吗？我们再做一个任务，我们先教，先唱一遍，然后直接再跟我们一起唱吧。对，没关系。唱不好的。真的，我们一起唱，一起唱。让哪位先生给你们一起唱？可以一起来吗？谢谢。先生，早先生，第二位吗？叔叔你好，可以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吗？我们在完成一个任务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吗？我们教你，我们先教你，然后我们再唱。游戏伊始便一帆风顺的什么队，进入任务后半段似乎也遇到了麻烦，频频遭到路人的拒绝。虽然 What 队任务目标锁定在基数庞大的游人身上，却摆脱不了遭受更多人拒绝的命运。那么少年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，或者现在就该放弃了呢？感觉像被浇水了啊！这个任务看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难的这个任务。那这，干嘛？哎，
姐姐，然后就是呢，我们需要呢跟着我们一般都是配吧，好，那没事，多谢，抱歉。啊，为什么到了五个之后就毫无进展了呢？哇哇！就是我们在录制拍一期节目，可以吗？可以不？记得喜欢来拿我们直播的，我们需要。你给他手，好，我们需要合作。你们两个也可以。可以吗？接节目的人，7秒钟的动作，7秒钟。你看他有没有？他不在。好。啊。你帮下他们嘛。也可以。我来了。遭到路人的再次拒绝 ，What 队可以说是屡受打击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希望也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哇塞，这几帮人好会找啊！哇塞，不行！我天，对，可以。真的，这样更好。这几秒钟的动作就可以了，跟着我们跳。做不标准没关系，做不标准。好会唱！你确定我们要怎么样？来，对，真的做不标准。来跟着我们学吧。来，你跟着他，你背过来，背过来，再背过来。牵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哎，为什么我发现把我们认出来都不和我们唱歌，就是没认出来的他要和我们唱歌，就是这是个挺醉的，是吧？也挺醉的。哎呀，你们没看过 TF 不好意思，都是龙哥。啊，可以吗？哎，他会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。啊，对，上镜头走，对，上镜头走。3、2、1 ，Action！ 牵着我左手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嘿，右手，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嘿，好，走，等一下，我们也是行了，打一个勾就可以了，好，多谢您的合作，多谢，大佬，武装美女，他们那个跳舞的更难做，我觉得他们也挺难的。可以吗？哎，他们说可以，要一起来吗？啊，可以一起来，一起来，来一起，我们唱一遍，然后我们一起唱。对，这首歌我们教你们唱一遍，会吗？我们教你们三。快乐你买不到，幸福你也买不到。关掉那些烦心的，需要自己用心去创造，把不相关的甩掉。我们唱一遍，对，再来一遍，谢谢。快乐你买不到，幸福你也买不到。关掉那些烦心的，需要自己用心去创造，把不相关的甩掉。谢谢。我们凑合完成一个，是不是应该完成一个，对，应该多打一个歌。Yes，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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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任务就完成了，今天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就应该去那小山坡。对，我们快跑到那个小山坡上去。是哪个小山坡？就是那个刚才那个。对，快！走，我们一定是第一个。冲！我看到了商机，浓浓的商机。对，我们在拍一期节目。就是一套综艺性节目。然后我们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就是需要你协助我们的动作。什么动作？7秒钟的动作。很简单。7秒钟，我就是手捂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可以吗？好。要不要现在再给他们打一个电话？可以啊。可以。然后我们就。不让他们干扰他们。好，我们来一次。来，跳！来，跟着我左手右手右手。完了吗？你们多少个了？我们完了，我们11个。快！弄完了吗？你们？我们先弄到，我们弄最后一个。对，我们只要最后一个就可以了。羡慕吧你们呢？嫉妒吧你们？11个，看到了吗？看这下面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你们还有几个？完了。我们还有一个。我们还有一个。顺利完成任务的神魔队，开足马力，奔跑到约定的集合地点，惬意地享受着胜利的喜悦。而得知消息的 What 队，
并没有因此放弃，反而更加卖力地寻找好心路人，请他们帮忙完成任务。切柜是吗？切柜。对，我们是在做一期节目，需要您来协助我们完成一个活动。好意思，做什么活动吗？就只要做几个综艺活动，综艺活动。真的，我们这就差一个了，这就是我们救星了，救星了。哦。放的时间问题，一秒调一下。对对对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家，现在我需要右手、左手。右手，不在调。右看老师，快点，右手。来来来来来，还要重新我自己做吗？我不需要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做。预备，一个单，嘟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嘿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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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换一下吗？多谢，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入围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进发山顶，进发山顶。哎，你的衣服，你的衣服，衣服。箱子在那边，箱子在那边。我们上街，我们上街，上街了。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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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必须要先到。我们要先到，他还没到。刚才当我冲杆的时候，我超级想骑着一个绿色的摩托，拿着一个自拍杆冲上来。顶着别人说我是个男神。对。然后，快来快来拍我的封面。终于做完了。这个一定要留钱，这个一定要留钱。我们十一个，这个一定要留钱，一定要留钱。这还超额呢。你们太渣了，好好照顾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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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你今天输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前这是我们的队友，这是我们的队友。前几次，这是我们的队友。前几次他说我的汤圆很难吃，然后他还要降落。别慌，还说我最老的这种。虽然沃特队坚持完成任务的精神可嘉。可是等待他们的恐怖惩罚却依旧逃不掉。这是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惩罚，我怕你自己啊，我们在等你们的好消息。来吧，走。所以本周神马队获得了 TF 少年GO奔跑吧少年特别篇的最终胜利，也恭喜屏幕下方获奖的观众将获得 TFBOYS 签名 EP 一张。另外，接受观众投票的惩罚决策者将在下期播出。那么，你们选择的惩罚究竟是什么呢？在和主页君友好协商后，栏目组决定加大奖励力度，让辛苦奔跑的少年们尽情享受卡丁车的乐趣。
奖励环节已经完成了，就是我开卡丁车。开心了，这边 MV 那个车好高级。没有，我就觉得像开了一次拖拉机，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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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。那好，今天我们的什么奔跑吧少年，对，奔跑吧少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在节目的最后，还是感谢腾讯 QQ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QQ 兴趣部落和 QQ 空间。下期见，拜拜。感谢比嘟嘟还胖的腾讯 QQ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好看到停不下来的腾讯视频独家播出。关注好想给你宠爱的手机 QQ 兴趣部落，关注哇哦我的空间花又升级真的好好的 QQ 空间。本节目由奔跑吧熊孩子协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欢迎调戏客服君的 TFBOYS 官方淘宝店赞助播出。只想给你给你宠爱，这算不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。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余光，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，我以为我懂得美，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，我以为你懂得美，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，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
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原谅我不会说话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谎。